你就是证人吧？鬼，又是鬼！不是抢劫你的那个，不用害怕。我之前已经联系过你了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抱歉，我还有点没缓过来。是这样，我在运货的时候被一群流浪武士袭击了。 这种事我也遇到过几次，一般都是拿钱免灾，至少东西能给我剩下。可是这一次，他们根本不跟我谈。 抢了我的东西，还要对我下手。
是啊，当时我就跪了下去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可千万不能在做生意的时候出事。混在那群人里面的鬼族，我以为他要对我动手，结果他居然是阻止了他的同伙，而且要求他们把我放走。是啊，看起来他们是起内讧了，但那个鬼族青年坚持说不应该对我下手，幸好最后他们还是放了我一条命。我连滚带爬的跑到这里寻求庇护，只抢东西不对人下手，看来他还……哎，他说过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吗？不就是为了钱，还能为了什么？哎，具体的我就不清楚了，我只是听到他们说东西有用，人命没用什么的。这个蠢货，那你知道他们后来去了什么地方吗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但他们好像还经常会在踏贝沙附近活动。你们不会是要去找他们吧？劝你们不要这样。没问题，不过只是一群无名鼠辈，如果是在这两座岛活动，那我们在明珠滩附近